a charge, possibly another final table for Mr. Kenny. 刚刚下面那桌大家都200多万。对，我们看这 Soisa 跟徐亮是那桌的积分牌领先者。对，本来 Kenny 好像也是有200万。对，非常深的筹码。啊，我觉得如果徐亮跟 Soisa 还有 Brian Kenny 进了决赛之后，真是会非常精彩的一些牌局。其实像 Michael Soisa， 其实我们在亚洲比赛或者我们出国比赛，其实常常碰到他。那去年成绩非常好，那这次也是他第一次参加传奇扑克的比赛，刚好是在当解说，可以好好看他一下他的底牌，他怎么打牌的。Timo。 啊，我有看见 Brandy Kenny， 他打牌的风格跟一般的一些职业玩家有点不同。对对对，Brandy Kenny 他会觉得说最佳打法并不一定是符合人性的最佳打法，可是他其实有一次有采访嘛，对，可是他其实他自己本身所用他的直觉做出来的一些决定很趋近于最佳打法，所以其实他根本上就是一个。 生而知之的天才，他就是知道要做什么事情。那他那次采访人家问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使用最佳打法？他的答案是我用土匪打法。<笑><笑>他觉得大家都是用一些很数学方式来做这件事情，可是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做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打法，所以我就会想一个方法来破解你的最佳打法。对。 他就是比较会根据对手的策略调整非常多，那可是大家都会比较趋近于该怎么打就怎么打嘛。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应该去了解这些打法，你不一定要去用上它，但是去了解它会给你带来就是更多的武器。对，所以 Brian Kenny 算是感觉流的王者，最顶端的玩家这个流派。 我丢掉了，还有我赌身家了，我赌台上身家。那有些观众朋友们说，昨天好像有玩家淘汰，今天怎么还在桌上？那是因为这是一个无限买入的比赛，那他们昨天可以买入到第8个级别，然后因为是有80手买入，那我们这边直播间只有。 看见2桌，一般都是蓝桌跟红桌，所以台下的几桌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的。对，因为现在应该还有3张桌子。对，现在暂时我们是还有3张桌子。对啊，我的偶像应该在另外一张。<笑> Chadwick。对，他还在吗？你觉得？好像吧。我们不知道，没有看见他。希望他还在，不知道他在不在。好，我们的 Davis。 他只剩下12个大盲，他选择在5人桌的 UTG 选择 all in， 那其实就是 hijack， 那90同花12个大盲，我觉得是还 OK， 就算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 Nash range 的 all in。那这边我们看一下红桌的 action。 在这里 cut off way， 我们看见 Chong Chong Siu 加注到40000积分牌，有1对5。然后呢，这里 Wei Liang Chen 在庄位，拿到了 K 圈同花的牌。这个 K 圈的这个3B1的 size 算是比平常我们看到的小。对。不过其实有一阵子流行这个3B的策略，就是嘛，其实最近大家又把3B的 size 变大。 尤其是在没位置的时候，最近我看大家蛮流行3B是那种什么4倍，4倍，4倍的那种。就是大盲一般就是看 GD 了 button 加注啊，会来个4倍的反价。哇，这一把3B怕一个中3条，一个中顶对，这个应该会打起来，而且他们后手的话。 后手大概是有效筹码，大概是30几个大盲，蛮有可能会打完。那这边我们看见微亮，他也是我们 preflop 的 aggressor， 下注了13万的积分牌，1/2的。那在这个面上
又有买花买顺的面相，冲冲兄他会做什么决定呢？那我在这边，我觉得做一个 raise 会比较好。嗯哼。跟注也不会不好了，就要我觉得像你这个牌，要 check raise 要 call 其实都还 OK。啊，他做了一个 check raise， 然后呢，那个 size 也是比较小的，加注到32万5000的七分牌，那他也是放进去他一半七分牌一半。然后在这边，微量选择 all in。那他想对方的组合里面有很多有可能是买顺跟买花，那他也会想到他的圈 K 圈是领先的。好，我看到 Chewik 是在这一桌。哦 ，Chewik， 对，来了。没有让你失望。对啊。哦，哦，这一个有一点机会，让他5%瞬间变成16%了。好，没有发出来。哇，这把牌是没办法，这一定打完，不管怎么样，你这个 check call 怎么样，这个 QK 对转牌也一定打完。对啊。那转牌让两位玩家可以慢下来的就是一个黑桃或者顺的面。对啊、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底牌，原因是，他们有感应在桌下面，所以为大家带来直播。如果看见底牌会比较有趣。对。然后我们俩看见底牌的时候，是赛场上延迟了半个小时。对。跟观众朋友们是一样的时间看见底牌的。嗯哼。那我不知道上一届这个比赛的冠军是谁，但是呢，我们前天播的呢25000短牌买入。25万港币买入，25万港币买入的冠军是 Justin Bonomo， 然后呢，昨天50万港币短牌买入的冠军是来自香港的 Devon Tan。Devon， yeah。那我们看见这里赛场，我们这个比赛盲注级别升为10000、25000 ，ante 是25000。正在看熊猫直播的观众，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询问我们，我们都会找空档来回复你们。好，这是我的偶像 Stephen Chewik， 他打牌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绝对不会看到他在牌桌上玩手机，他可以一天12个小时都非常的专注在牌桌上。而且他就整个人都就是冷冷的，都没有什么表情，就是一个字，就非常的 stable， 非常的稳啊，你就完全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在这个249的翻牌上面，那他的 King Queen 应该是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 C bet。可我还记得我上次去猜 Chewik 的那个 action， 每一次都猜错。Chadwick 他也是一位跟别的职业玩家打的有点不一样的一位玩家。看，马上就猜错 check。可是像这种249波，就像我刚刚讲，有一个 bet or straight 的机会，那种 King Queen 就我可能还是会 bet。所以我猜他可能不背的状况，他可能觉得他的 King 还有可能是领先，是领先，所以他搞不好他可能背 Ten Jack 之类的，背一些比较小的。
好，我们这边看到，我们 Davis 一样是拿90，刚才90红心 all in， 这是90 diamond， 然后也应该是选择 cut off 直接 all in， 然后遇到对手的 pocket tens。对，在这边这个转牌给他带来很多 outs， 任何方片他可以拿到。同化，那不幸我们在第15位的名次淘汰了 Seth Davis， 那没有奖金，因为这个比赛是81手买入，那我们的奖金圈是9位玩家。对，我们大家在就是这个桌上一边打牌是一边可以吃东西做按摩的，因为有很多玩家在这桌上会打上12个小时的锦标赛。那我们的 Trick 在转牌中 Q 的状况之下下注了一个将近于一半的底池。那我们 Sam Greenwood 是在 Flop 击中一个对四。好，他还是选择了抵抗。这个比赛冠军可以拿回家1100万港币。对，然后现在我们的 Sam Greenwood hit 到了 two pairs 在 river。那 Chewick 在这边会不会选择下注呢？毕竟他的 Q 是顶对，然后又领先了一些。其他的对子，所以这边这个四八的两对是读不出来，我觉得他这边还是会做一个下注。好像选择 all in 吗？那他下注了，好像是298000的积分牌，也是下了，哦，把他 all in， 因为 Greenwood 他是短筹码，对，打了一个他的 all in， 就后面大概只剩下12、13个大毛。好，损失了这个这一把，大概后手还剩下450000，大概还有20个大盲左右。所以他这顶对也是all in for value 啦，就是他当然没办法预测到对手真的中了两对，可是在这边还是必须 all in 去赢取对手的筹码。那这个比赛是大家一样的买入是50万港币，然后呢一般它是奖金圈是10%到15%，然后大家分的是奖金圈，所以大家看见他们桌上的那都是积分牌。那我们在场上剩下最后14名玩家，所以还有3张桌子。那这个 Anti 的级别额度比较高，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行到第二轮的比赛。实际上呢，它是每个玩家都是给2500的钱注，但是呢，是因为现在变成 Big Blind Anti， 也就是大盲放钱注，那它一次是放25000。好，在这双方都没有击中的状况，圈通 seal 这边应该有可能要试着下注，不然可能九嗨是没办法开牌的。那 Sam Greenwood 这个 queen high 还有一个卡顺。哦，这边选择缺扣，这把应该是 prefab 的动作，应该都是两个人都 limp， 中一对九。
自己也笑得不好意思。看，今天现在桌上的玩家开始关心我们这个奖池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点靠近泡沫期。我们打到十轮的时候，就会有诞生泡沫男孩。那这边我们看见枪口位 Chadwick 拿到了 A 圈，这手牌是不错的，他在这里肯定可以加注。他后手大概是，哦，他十八个大盲，对，十八个大盲。那这边有些玩家会选择退 all in， 那这里 Chadwick 他选择了加注，加注有可能可以拿到更多的 value。我们的尾梁，这个 Q 六同花是可以来做一个盲注的防守。那这是对 Chadwick 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翻牌，非常棒的防牌。那这里他是有顶对，而且又可以买花同花，对，他的花也是 second nut 哦。对 second nuts 对吧？对，对手基本上已经快 drawing day 了，除非 turn 六 river 六，可是还不能有红心六。对，很少的 out。我们也看见他的盈利也只有是零点一，在145000的底池，他下注25000，超级小的 bet， 因为他这个牌是完全不用担心被超越的，对吧？对，应该是说他的牌太大了，甚至我觉得不背都没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想要让一些更弱的。更弱的手牌有办法进来，所以下一个超级超级小的一个。对，因为对方如果手上有任何红心的话，一定会扣一条街的。对对对。可本身他又有 Ace， 又有一个 Second Nuts 的 Flush， 他完全不会担心对手有牌，他也是很希望对手可以跟他打完。然后这边有玩家说，聊天室有时候不懂什么是 Anti， 那 Anti。Anti 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前注了。那以前的比赛，它的前注是每玩家都要付的。那像这种 B Blind Anti 就是让只有大盲付 Anti， 让这个游戏比赛进行的比较快速。就是你大盲，你要付大盲以外，你要多付一个前注，就是让这个底池的钱增加。其实，在扑克游戏里面的起始的动力就是里面的死钱。假设这个游戏里面没有死钱。这游戏永远打不完，我就只玩 AA 就好了。就像你们现金啊，对啊，如果你们打现金局的话，就是可以打，不停的打。有些人跟我说，他们有时候打135个小时的时候疯狂的打，因为它是一个不长盲的游戏，对，而锦标赛是需要结束的，对。那现在我们今天会打到出个冠军，那这样不停的往上长盲，就是让这个比赛会快点结束。对啊，扑克就是从偷盲开始。那偷里面的底池越多，你就必须要试着去用一些动作把里面死钱拿回来。如果这个游戏是没有盲注的话，对，就变成是说每个人只玩 AA， 我连 KK 都不玩，连 KK 都不玩，对，因为反正我不会输钱嘛，只玩 AA 就好啊。你可是你也只玩 AA， 人家也不玩，这游戏就大家都不要玩就好。对，如果大家要办一个马拉松的锦标赛，那就不要让盲注往上涨。对，好，我们这边七八啊，中了一个七 ，double up， 他只有三个大盲。很不错的 flop， 很不错的 turn， 然后 river 中了一个七，其实这个七八没落后太多。好，这边 Chewick 跟我的偶像跟我们的尾梁 all in 了，那尾梁是短码只有23万，然后一个 double up， 所以我们的 Steven Chewick 他的筹码现在换他变成短码，大概只剩下11个大盲左右。
So changing. What? Hey, sure. I'll call you here. Seven. I'll call you here. Subject. H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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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向下已经快接近前圈，然后可是大家筹码随着盲注的增加，你的 BB 数越来越少，所以会有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很多 action 出现。好，我们这边是小盲对大盲 ，Jason Queen check 这个 turn， 感觉他是 check 了两次哎。对，我没有看到前面的动作。我们看见就是那个 Bay Cock Win 很狡猾的，在转牌下了25000的积分牌，也是只有一个大盲。River 这张 Ace 可能会有一些 Close Action， 可能会让对手没办法打。他的 K 八有可能会来跳出来打这个 River 吗？因为 Flop Check， 然后 Check Turn， 然后 River 这张 Ace 可能会让对手停下来，所以。他有机对啊，可能跳出来还是选择一个 value bet。那这边观众朋友们有问 ，Bonomo 这次有没有卖股份、嗯？那他如果卖的话，也不会卖给我们，所以我们对这方面不了解。对，啊、这个规则要讲，对这个啊、德州扑克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可以很快学会，但是那要精通它，但是要有可能一试的时间。啊、这个游戏是你是大家玩家手上都有两张底牌，然后呢会在中间发五张公牌，你用你手上可以用上零或者一张或者两张组成最好的五张牌。那我们牌的最好的也就是皇家同花顺，跟大家打那些其他游戏、其他游戏差不多牌力都是一样的，十三只啊。我不会玩斗地主，斗地主有皇家同花顺吗？我知道，大老二有就除大地是有，皇家同花顺是最大。可是斗地主我不会玩，可是我也不知道，我以前玩过，但是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玩了。啊，可是斗地主可以连很长的顺，是吗？是什么？五六七八九十 JQ 什么？我知道，就是越南式的那种镇上游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这斗地主可不可以。这我就 不太懂。大家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对 对, 对，我们互相交流，我们教大家打扑克，大家教我们玩斗地主。那这边有人问说 Bonomo 跟 Fish 2013谁厉害，那我觉得他们本身都是高而厉害的玩家，只是我觉得他们常就是我常对常在打在一起吗？不是，他的我觉得 Makita 就是 Fish 2013，他是一个现金玩家，对，所以他的技术方面现金是就是生筹码是看得出来，他技术方面会很好。那 Bonomo 他一直都是锦标赛的玩家，所以我觉得他短筹码是会有一定优势的。是哦，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人打牌。有每个人的风格或是怎么样，我觉得也不是说他们谁比较厉害，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厉害的特点，不一样门派都有不一样门派的擅长的东西嘛，所以说谁厉害真的也是说不上来，只是看你有没有比较喜欢谁的风格，或者这个人跟你风格你比较喜欢，你可能会觉得他的打法会比较适合，你可以学他的打法，你可以从他身上学上很多东西。对啊，就是大可以学很多人的东西，然后变成自己适合自己的东西嘛。哎，他们帮你改姓了，你什么时候变成吴承安了？大亨跟我的姓都是一样，对，我们两个都是姓林。好，我们这边 Ivan Leo 在小盲做了一个 three bet， 那被卡的是三八同花。我们刚刚也开过一个二五同花，所以如果看到直播，应该知道被卡玩的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怂，应该现在目前全场上。Open range 最广的一位玩家，手有咩震到咁紧要？好紧要，震，你心脏。
唔好咁刺激，慢嚟。唔係，我係真嘅，我不嬲都會。呢、這個病係手震嘅，我飲水。我點樣呃你啊？即係我呃你，即係你心臟出咗支點狗。唔係，你一路諗鳩住我驚，其實會坐監嘅會咁樣呃你，大佬。你一路諗鳩住我驚，其實唔係，我係真係手震。那这边我们看见 Wang Bangkok 在枪口位的地方，在用 A 三同花的牌加注到55000的积分牌。那 Jason Queen 这莽注八九同花算是一个蛮好的牌。那这边我们看见 Jason Kuhn 他有中了中队，那我们也知道、Wen Bangkok 也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他选择用 A3 High 在这个面上做了一个继续下注。嗯，我觉得这是蛮 OK 啊，因为毕竟他还是有一些他的 range 里面 K 算是他的范围嘛，而且他有一个后门花后门顺的机会，这就是同花的价值嘛。你看发四发五发黑桃，再 turn 都可以继续攻，都可以继续。那这边出来一张四，也是他可以继续打的一张牌。对。而且继续打，就是他可以买五嘛，他可以买顺子，他也可以买他的 A 的 high 卡。那加上他的位置，那对手。基本上就是要去在于对手就是困的角度，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中，然后我该抵抗到多少的范围，那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一直 bluff 我没有错，可是我不会放弃我该抵抗的 range。嗯，啊，顺利了拿下了底池。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把就蛮不错的一个教材，就是一个连持续 C 倍的一个组合。那对。那当然，我觉得就算库有 K 是不会盖的。那如果他有第二大的对子的话，对，他就会考虑有点经不起这个压力。对对对，因为毕竟你想一下，你连跟了两分，那你还要想到 River， 你只有一个第二大对，你也没有继续成长的空间。那 River 如果对手再打他，又变成会让自己陷入一个难题。所以他可能也是觉得现在也快奖金圈了，然后他不想要把为自己找麻烦，然后可能就在这边选择了一个弃牌。反正应该还是有更多可以获取筹码更好的机会。那我相信现在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因为快奖金圈了。再搞冧我筹码，我就搞你。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边帮你们今天做解说的是 Selina， 我是两届红龙杯冠军，也是十年来 PokerStar 的代言人。坐在我旁边今天是林晨安，那最去年他是在澳门赢下了扑克之星的百万赛的冠军。对，是。那你那次百万赛是打败了多少个人？哦，那是算是那个 PokerStar 在澳门对最人数最多的一次，最多的一场好像是哇，总共是2499人，就买入人士这样。对，所以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混口饭吃了还可以。那什么时候可以走上这个传奇扑克的超级豪客赛的舞台？我很想，前几天有跟朋友聊天，就是聊一些人生的道理，就是觉得就是说，就是他聊的比较。中国的东西跟我聊易经的东西，就是易经讲的乾坤啊什么什么，他说乾就是天，坤就是地，我们做事情就是要把目标定的跟天一样高，可是我们做事情要从地上开始慢慢的累积，不能说哦现在觉得这不错直接就去打了，然后可能就 GG 了，所以只要把地基打好，对，我相信我有机会的，把那些基础打好，对，基础是有机会的，是，而且有 bankroll 够，对。好，我们的是 Adams 吗？还是 Adams？Timothy Adams。Adams 他在UTG 选择 All In 四个大盲，然后 Ivan Leo 因为他已经付了一个盲注了，所以他这边跟住一个 K4O 其实也算是蛮合理的。Adams 在这一把出局，我们剩下最后的13名玩家。那也是更靠近我们快进前圈的九位玩家了。我们的 Ivan Liu 他的筹码也慢慢的上升到150万。那这里回到
我们这里林承安最喜欢的位，我们叫 Chadwick。Chadwick 居居了。对，不幸的是他在 cut off 位应该是翻牌前推了个 all in 或者加了注，做了一个 call， 因为他在这边有撞上 Devorah 的 AK。他当然在刚才我们看见他有一把在合牌，支付了 Sam Greenwood 298,000的积分牌。对。我们保够了。好，现在应该又掉了一名玩家，所以现在可能是要并桌成两桌，剩下12名玩家。对，那我们这里需要和大家暂时。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这里会休息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里会再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牌局，也是前几天播放过的。那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Franklin D. Roosevelt once sai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 and of course, hitting one-outers on the river. Oh my gosh. 7.5 million pot. Biggest pot of the tournament. Playing for $1.26 million. A one-outer. You have 4% remaining going to the river. That's incredible.传奇去年是算是第一次开始办，然后结合和一些直播，刚其实我觉得他们办得蛮成功的，就是对，你看这参加人数跟就是买入手的那个，应该是比去年翻倍了，多很多，多很多，对，因为去年大亨在这里也有做解说，对，然后那时候好像是差不多40位玩家吧，对，今年都蛮，我问你，你在 UTG 这边拿 King Queen 怎么办？应该也就是弃了，对不对？对啊。Avenue 很敢在一些 SPA 去赌一些牌，然后，所以有时候你常常看到 Avenue 他筹码打到很深这样。不过他今天这样做，他今天已经没办法重买了。对，今天已经没有办法重买了。但是他在可以重买路的比赛里面成绩非常好，对，非常好。我相信 Ivan Leo 除了当然打牌越来越厉害以外，他本身还有一个非常厉害，就是他 BR 应该非常的健康。那我就跟他聊过 ，BR 也是技术的一部分，他不会有一些可能压力啊。那本身他们就习惯打这种高额豪客赛，所以他是因为就是扑克上
买入啊，或者奖金啊，对他来说生活方面是，对，就是，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嘛，对，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对啊。因为我们已经谈过，如果你有资金方面的压力，你如果去打扑克，会让你做出不同的决定。哦，哇，我们在看见这边破富，他应该对 Ivan 非常熟悉，然后呢，也知道 Ivan 在这边。Ivan 在这边台里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强，那他看见 Ivan 的六四，瞪了他一眼。可是我刚刚看后面好像 有人 block 掉一些 King Jack 是不是？嗯，对，有一把 King Jack。那我们在这边看见 Ivan 六，在这个台里还有胜利是有40%。哇哦！哇，那在这个翻牌情况下，哦，还有一个红心哦。对，现在呢，这个 turn 给了 Pofa 好多个 outs， 然后不幸的是没有击到。哎，我这 Pofa 拿他也没有办法，也知道他是一个非常 crazy 的玩家。Ivan, I'm Jason. I'd like to be your friend. 那像今年的 WSOP 是50周年，嗯哼，很有可能就是会在打破纪录的一个人次嘛。去年其实已经算是历史第二高了，那今年是50周年，那也有外面谣传说是 Rio 举办的最后一届。我希望是 Rio 举办的最后一届。对对对，他的是。吃也不方便，对，那赛场也很旧，对，那当然就是好的一点是停车场车位很多，哦，对，停车场车位很多。好，我们现在回到场上，这把牌是Ivan Leo 在 Cut Off 加注，然后 Jason Kun 在盲注 Defend， 那 Flop 是 Check Check， 然后 Jason Kun 现在在 Turn 用一个 Gasha 主动做一个零打了40万。积分牌，那这边我看见 Ivan Leo 暂时还是领先，他是 A high 的牌领先。那这边面对 Jason Kun 做了4万积分牌的下注 ，Ivan Leo 选择有 A high raise 到10万，那这给对方又出了难题。Jason Kun 再加回去吗？因为他这边7不太可能用跟注，他要么就盖牌加回去。可能会比较好，因为你这边你跟住去，你也没有showdown value。他这边我觉得就盖牌或者是加回去，或者就是弃牌了。对对，那这是对 Ivan 来说不错的结果，但是当然我们看见 Ivan 他还是有领先这副牌。那我就觉得就是这整个场上很少的有一个玩家在这个转牌上会选择去加注对方。同时每天就是我们播放第二轮比赛的时候，另外一个比赛的第一轮会有开始，所以一般我们这里冠军之后会直接切到新比赛第一轮的赛场直播。所以我们每天都会陪着观众聊个12个小时。十二个小时。那这边我们看见小盲、大盲、Devoris 和 Greenwood 看一个 flop。这边是10-17，那这里呢 ，Greenwood 他中了3条10。觉得 Greenwood 会 check 吗？因为这个结构在一个 limp 的状况之下，他领先应该算是非常非常多。嗯，但是他也会考虑对方有可能会有一些买花买顺的组合，那他想打一些就是 value。小小的吧，对，小小的，我觉得会不错。那他这边下的非常小，下了一个 BB， 下了16000，一个大盲。对啊，后手太深，还是要可能还是需要把筹码盖起来，嗯，就是后面才办法可以丢入更多的筹码，嗯。所以其实有时候，有时候你要去注意对手的筹码量。应该说你要注意你们两个人的筹码量，然后看一下有效筹码是多少。那如果你真的有大牌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要怎样把你的筹码能尽量的放进去，所以你就要策略规划，而不是说我现在就要打多少或固定要打多少。你可能要想到
三条街你要怎样分配你的筹码量。那在这个转牌上我们可以看见 Devers 他现在是中了一对八，那现在他是两对十十八八圈的踢脚，那这边有点不幸，那因为是 Greenwood 他已经远远领先三条十。那 Devers 在翻牌的时候做了一个 call， 也是因为 Sam Greenwood 他下了一个大盲的 bet， 如果下两个我觉得他应该圈八九十七了。那现在对现在圈八中八是一定会继续跟下去的，因为在一对一的状况下中到一个对子真的算是蛮大。对，因为 Devers 他会考虑 Sam Greenwood 有可能任何两张牌在这个 flop 的上面会下一个大盲的 bet。而且昨天有跟观众聊到，你要在 flop 集中三条的几率是低于1%的，所以正常来说不太会去闪对手有小概率的成牌，所以这边中一个八配应该会觉得自己领先。那这边和牌出来一个勾，现在是桌面上有任何九就可以成顺。那这边 Devers 他选择过牌给 Greenwood， 张这些算是有点救到 Devers， 因为这边组合变更多，所以他的八胚是比较有机会可以盖掉的。如果是来一张小牌的话，他的这个 Q 八跟的概率是蛮高的。那这边 Greenwood 他好像想再做一个 value bet， 七万五之类的，三分之一，七万五几分牌？他 turn 跟 river 的都是三分之一的 value bet。他是有想要转 bluff 的感觉。他拿的好像是 call 的筹码，然后呢？是哪个机？现在是这个卡是考虑时间。对。那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每手牌不管是在什么 action 的时候，他们是有30秒可以考虑时间的。那如果你要多30秒的话，就要放一张时间的卡。哦，果然转成 bluff 啊！那我们看见就是这些世界顶级的玩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 move 是牌技非常高的。他们会考虑到，就是他这样在这里办一个有九，他的那些组合有没有，而且他自己又 block 了一个 Q， 或是有九 Q 吗？这个组合？Q 九黑桃什么？那当然，我们看见 Greenwood 在这边是很难 call 他这个 all in 的。然后刚刚聊天室说，主要还是运气，技术占的不多。我看这把牌他运气虽然不是很好，可他打成这样，他的技术，如果让他拿下这个底池的话，是很厉害。哇，他这个 C。他这个不是，他这个三条其实就非常的艰困，就是他这个三条跟没有三条其实没有什么差，因为对手所代表的牌都是比他的三条大。现在 Greenwood 他把帽子都摘下来了，他现在要好好的考虑，那他考虑的会是翻牌前发生什么事情，翻牌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转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合牌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每次下注量是多少，然后呢对方是以为他手上是拿的什么牌。对啊，其实就是我们要去猜对手底牌，或是我要去抓对手，都我们要一层一层的反推他前面中间做了什么事。而且其实他这个蛮像的嘛， check call check call check all in。那这边我们看见 Sam Greenwood 在里面又放了一个时间卡，可是的确他所能代表牌真的不是很多。 Q9 黑桃吗？
而且如果只有一张九会 all in 吗？啊，或者是他有十的葫芦，可是对手又拿了一张十。A 九，哇 ，A 九太强了 ，Divorce 这把太帅。对，他代表的牌不多，对，但是情况，但是问题是你面对玩家这样的 all in， 对，可以 call 下来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看像，其实像刚刚的这个 River 这个三分子这种外套，对对，这。好 ，King Queen Suit， 然后他现在后手总共是 15.5 个大嘛，那我觉得直接 all in 也不会说不好，那可如果 open 扣 all in， 我觉得算是比较边缘，可是如果这个 open 被 all in 的话，我会拿 King Queen Suit， 我是会跟对15个 BB， 对跟是没有问题的，对，但是直接 all in， 我觉得打棋牌率是更好吧？对啊，对。他这边选择推一个 all in 314,000的积分牌，五哇撞到了撞到了，那这边不幸运的撞到大毛的 A 圈，也是我们的 Bay Cock Win。那这边我们看见 Bay Cock 的盈利是70%啊 ，Pagoski 是30%。像贝卡最大的亮点就是他手上的那个那只手表，是比乔米尔的手表。很多昨天很多网友在问说，那手表到底要多少钱？大概我没有这么懂了，可能是表大概可能有可能需要10,000,000人民币。是吗？对。你说的是谁的表？贝吗？对对。但是他的那个表又没有闪，又没有钻石。对，那有钻石是那一个，有钻石的话应该就更贵。可是那个表是基本上是600,000人民币起跳。啊，是。那先。OK， 来看又清掉了我们的 Podolski。那我们现在赛场还剩18位玩家，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赛。在后面显示是也是因，所以他才是就是世界顶级玩家，不管是 bankroll 方面管理的好，他自己也生活方面也管理的非常好。那这里呢，我们看见在 cutoff 位，Chong Chong Xiu 有加注到40,000积分牌，然后呢 dealer 位的 Wei Liang 跟注了40,000。那这边 Ambing 啊在小盲位拿到一对九，也是非常不幸的拿到了这一对九，对，因为他牌力是非常强的，特别是面对 cutoff 跟 button 的玩家，对，他 all in 了317,000的积分牌。其实我觉得很多打扑克玩家不太知道手牌强度大概多大，其实一对九算是一个 top 5% 的 range。对，可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刚学打牌。我就问他，哎，你觉得九九大概多强？他大概我就没有很强，中位那个样，对不对？60%吧。我说没有，九九是前5%。对，因为你想到九九，你会觉得哦，上面还有10勾勾圈圈什么的。对啊，对。这九九30个大盲打完都算是合理的，他这边何况他只有15、16 BB。对，这些都是一般你要就是数据懂看得多才知道。那当然这又掉了一个玩家，对，在这是长牌里面九九是非常强的牌力。好了 K 圈同花的牌，这个 K 圈的这个3B的 size 算是比平常我们看到的小，对。不过其实有一阵子流行这个3B的策略，就是买。其实最近大家又把3B的 size 变大，尤其是在没位置的时候。最近我看大家蛮流行3B是那种什么四倍你的那种。就是大盲一般就是看 GD 了，把成加注啊，会来个4倍的反价。这一把3B par一个中三条，一个中顶，对这个。这个应该会打起来，而且他们后手的话，后手大概是有效筹码大概是30几个大盲，蛮有可能会打完的。那这边我们看见微亮，他也是我们 preflop 的 aggressor， 下注了13,000的积分牌，1/2的。
那在这个面上又有买花买顺的面上，冲冲兄他会做什么决定呢？那我在这边我觉得做一个 raise 会比较好。嗯哼，跟注也不会不好了，就要我觉得你像你这个牌，要 check raise 要 call 其实都还 OK。啊，他做了一个 check raise， check raise， 然后呢，那个 size 也是比较小的，加注到32万5千的积分牌，那他也是放进去他一半积分牌一半。然后在这边，微量选择 all in。那他想对方的组合里面有很多有可能是买顺跟买花，那他也会想到他的圈 K 圈是领先的。好，我看到 Chewik 是在这一桌。哦 ，Chewik， 对，来了。没有让你失望。对啊。哦，哦，这一个有一点机会，让他5%瞬间变成16%了。好，没有发出来。哇，这把牌是没办法，这一定打完，不管怎么样，你这个 check call 怎么样，这个 QK3 对转牌也一定打完。对啊。那转牌让两位玩家可以慢下来的就是一个黑桃或者顺的面。对啊、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底牌原因是，他们有感应在桌下面，所以为大家带来是一边可以吃东西做按摩的，因为有很多玩家在这桌上会打上12个小时的锦标赛。那我们的 Chewik 在转牌中 Q 的状况之下，下注了一个将近于一半的底池。那我们 Sand Greenwood 是在 Flop 击中一个对四，好，他还是选择了抵抗。这个比赛冠军可以拿回家1100万港币。对，然后现在我们的 Sand Greenwood hit 到了 Two Pairs 在 River， 那。Chewik 在这边会不会选择下注呢？毕竟他的 Q 是顶对，然后又领先了一些其他的对子，所以这边这个四八的两对是赌不出来，我觉得他这边还是会做一个下注。他是选择 All In 吗？那他下注了，好像是298000的积分牌，也是下了，哦，把他因为 Greenwood 他是短筹码，对，打了一个他的 all in， 就后面大概只剩下12、12、13个大毛。好，损失了这个这一把，大概后手还剩下45万，大概还有20个大毛左右，偷盲开始那。偷里面的底池越多，你就必须要试着去，用一些动作把里面死钱拿回来。如果这个游戏是没有盲注的话，就变成是说每个人只玩 AA， 我连 KK 都不玩，连 KK 都不玩，对，因为反正我不会输钱嘛，只玩 AA 就好啊。你可是你也只玩 AA， 人家也不玩，这游戏就大家都不要玩就好。对，如果大家要办一个马拉松的锦标赛，那就不要让盲注往上涨。对。好，我们这边七八啊，中了一个七 ，double up， 他只有三个大码，很不错的 flop， 很不错的 turn， 然后 river 中了一个七，其实这个七八也没落后太多。好，这边 Chewik 跟我的偶像跟我们的伟良 all in 了，那伟良是短码只有23万，然后一个 double up。所以我们的 Steven Chewik 他的筹码现在换他变成短码，大概只剩下11个大盲左右。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I could just make a little announcement now that most of the players have arrived, finally. It's time just to give you a proper welcome here to Jeju. 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we have a collection of the best players in the world here, almost to the extent where you feel sorr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Franklin D. Roosevelt once said that happiness is not in the mere possession of money. It lies in the joy of achievement, in the thrill of creative effort, and of course, hitting one-outers on the river. Oh my gosh. 7.5 million pot. Biggest pot of the tournament. Playing for $1.26 million. A one-outer. You have 4% remaining going to the river. That's incredible.大家欢迎回到我们现在比赛现场，我们这是蓝鼎娱乐场在济州岛神话世界。那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播放第二轮50万港币满路的六人座的长牌。那现在暂时我们现在比赛已经打到剩11位玩家，然后呢，这个比赛是由9位玩家进入前圈。 那第一名可以拿到1100万港币的奖金。那来自中国的徐亮是我们这个比赛里其中筹码领先者。我们看见 Ivan 6和 Wayne Cock Bay 也在，然后呢，这里 Brian Kenny 也是升筹码。 那今天我们是会打到还剩一位玩家，就是我们的冠军。那如果这个比赛提早可以结束的话，我们是直接给大家播放今天100万港币买入的。 Okay, so the players have had a little break. Looks like they're just about ready to go. We now have 12 players left, getting close to that money, which starts at 9. And then, of course, the final table starts at 7. Because there's no seat 4, because in Asian culture,
the number four is considered unlucky. I'm still wrapping my head around that, causing me lots of issues as I go around the tables, but I'll get it. Come on. So I think they're about good to go. I'll throw it back to you guys in the commentary booth.